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牙山浩宇。现在我们在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钢厂的大门口前面啊。这个河池钢厂呢，又称为河钢，这个企业在七八十年代，整个河池市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。最辉煌的时期，有工人以及家属将近一万人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、生活和学习。这个河池钢厂啊，在八九十年代，当时为整个河池地区的经济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，这个工厂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，一直到近几年倒闭了。现在整个厂区基本上是没有人在里面了。我们刚才从那边过来，经过这个厂的生活区，整个生活区里面几乎没见到一个人影，就像是一座鬼城一样。等一下我们还是用无人机航拍一下这个河池钢厂吧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厂区的一角，对面呢就是厂区里面的废弃的厂房吧，感觉非常荒凉。因为这边栽有这个树木挡住了，那边才是主厂区啊。等一下我们用无人机来航拍一下，提升一下子看到大门口在那边，在前面那里那个山脚下就是住宿区，这边也有一个住宿区。